这条鱼就长得比较漂亮了啊，呵呵，看到没有，长得跟 UFO 一样。虽然从小生长在海边啊，但是除了鲨鱼以外啊，这是我见过最大的一条鱼了啊。如果你也是第一次见的话，给老弟留下一个免费的小红心，顺便加上一个关注。Hello， 朋友们，这里是万亩野生生蚝，野生生蚝丰收的现场，阿姨都是战斗力十足，一个铁钩，一个网袋，一个麻袋，这3个小时，阿姨众人拾柴就能出上万斤的野生生蚝。如果你也吃过生蚝，请不要吝啬，对着屏幕怼个双击。加关注，看我现场带你直播，干哎！哎吧，兄弟们，最近要双击真是好难好难。我没有生气，咱家的河豚妹妹都已经生气了。你看吧，咱家河豚妹妹都气怀孕了，老铁们。如果你用的是手机是99元以上，或者在免费 WiFi 的情况下，那就动一下你们发财的小手，给河豚妹妹来个双击吧。下集她一定会肚子变小的，不信你试试。哎，最终以后我来到沙滩上，看这个小家伙露了个头在外面啊，一起要给它撅出来啊！我的妈嘞，好大的八爪鱼啊！见过这么大八爪鱼的老铁扣一，没有见过的扣二啊！不知道进来的兄弟姐妹们能否给你老弟拉个双击呢？估计要了没人会给，记得添上一个关注吧，来看我赶海直播喽！哎呦我的妈！